我妈我没有，因为现在反正家人都在台中嘛，所以对，就他们就而且也认识啊，就是我爱家人的时候都是词汇带嘛，对，所以上戏第一天我直接私讯说，哎，你看看小孩这样，哎，这样，还是要报备，报备哪个部分？吻戏吗？应该不用，我觉得他关注小孩现在蛮多的，对，就是一有空我就冲回去。 是很近，可是最近正在赶拍，因为12月就上。狂啃啊，就抱啊，然后小朋友也是爸爸，这个词好好笑哦。对啊，就是听到这个词，狂啃，爸爸一定要我陪他们睡。对，如果对最少，你说喜欢我最少的，一轮吧，少一轮，那个你的爸爸其实一轮是有点太多了。 一轮是有点太多，我也可以接受。嗯，就二开头要心智超成熟。对啊，因为女生本来就已经比男生成熟，所以可能七八岁以内吧。障碍，然后纠结。我觉得就看缘分吧，因为感情这个事，你碰到你根本什么都不用想。对啊，你这遇到什么哇，管他什么条件。 喜欢就喜欢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缘分还没到。对啊，就等。等你看起来真的很困扰。我可以很困扰。对啊。你这种表情吗？对啊，真的不会啦，就是还没有。其实我家人完全不催我这件事情。嗯。就是完完全全，我爸妈就是，哎，不结婚也 OK 啊，觉得家里可以爸爸很好。对呀、啊，要是我回家跟我女儿讲。